龙货工龙出来弄呀。嗯，龙出来。反正偌大的话不年弄，那老面没叫看。你看路没叫龙呢，没路里头。下午呢，就是比如说，那手机可能下午呢，我来出来弄你那里，那你这个万一你没没修的，我万一你现在一个新的没修的，要不你那个不要不也，你那个没修的呢，反正自己也没修，人家也没看到过，估计那可能是原来没有检查的。Gracias.